24日，陈奕迅出席签唱会，虽然全程黑超桌面，但精神意义完全没有早前他在演唱会上自曝患有躁狂症和人群恐惧症的症状。难道是因为全家人的伦敦之旅让他迅速康复？这个不对的，我去放假休假了，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我开玩笑的，因为现在原来开玩笑是那么的，你相信我有病吗？哦，那就好了，因为我认识你有一段时间了嘛，那不认识我的相信也是情有可原，但是我觉得我都是在就玩玩嘛，那好，就不玩了。为何小编我看到这里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三个字，和气聊了？陈奕迅澄清演唱会上自曝患病是开玩笑，那现场教训歌迷呢，不知道会不会也是玩笑。不过好友容祖儿可就没当那是个玩笑了，支持伊森有病了不起啊。我教训的歌迷，我不是教训，我是讲我的感受啊，我没有特别要教训他们，没有，不是他觉得，是记者问的时候，陈奕迅骂歌迷一定是这样问的，你当我是，我已经混了十几年，怎么知道记者怎么问问题，我都知道了大概，过去的过去了，哎呀，你们现在问问题的水准太烂了，真的太烂了，我受够了。不知道陈奕迅最后用手指脑袋的手势，哎，是不是又在开玩笑了？小编幽默感有限，真的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了。